五点钟那时候呢，那边的北京的安平那边浓烟浓度严重严重很严重，隔了很远都看到烟。再其次，他那边是那个就是树林滴了一把汗，因为那个火灾啊，你们可能没经历过。如果是消防员进去了哈，往里面，我听到那个扑灭了，然后继续往里面进，然后后面可能又被燃起来，就会造成严重的那个，还是比较为那个就是救火里面滴了一把汗。他这个前两个飞机这个火得了啊，我的天哪。
们的任务是碳级别的弹向这个纵深推进，消灭这个火灾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现在出动，注意安全。现在正在开辟隔离带。对对对，我是从隔离带上。